在部分 BMW 车系上，如果配备了电动车尾箱门和 Comfort Access 系统，就可以使用设在车尾底部的感应系统，让你在双手不方便的时候轻松地打开或者关上尾门。你只是需要随身带着遥控车匙靠近车尾，在车尾底部中央做出踢脚动作，尾门就会自动打开。在尾门打开之后做出同样动作，尾门就会自动关闭。注意做出踢脚动作的时候，脚部无需要同车辆底部接触。